错了。真的，网友们都在等你们。来，点个外卖啊！但是我呢，想不想吃？来坐。哎，只有这一个凳子吗？我们俩请一下。我们问一下同事吧，因为我们这个经费本来就比较紧张。大家都在刷薛之谦、翟潇闻，还有杨超越。不好意思，哦，杨超越来了，他们两个都没来。对，来先刷刷我们的名字啊，我们在，我跟杨超越在。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神奇公司。这个还是镜像的，你看我明明镜像的，你明明在这里，你在这儿，却在这里。我们今天体验了各国的风情，还没吃饭呢，就是没吃饭，给我们准备的是不是？啊，水果吗？我的晚饭。啊，你的晚饭，那我们呢？没关系，我们一起。没事没事。本来就没有什么这个经费，对不对？很饿。你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录节目的感受。今天神奇公司开业第一天，什么感觉？感觉就是非常好。非常好吗？就是要给大家感受到我还行。来来来，我准备来凳子了。哦，有凳子了，来来来，来往这上。我真的好饿。哇哦！大家都在这看一天了。他们不会真的是五点半就来了吧？对啊。五点半你就播了？对。你播到现在啊？就一直在等你，他们也在等你。他们另外一队还没来呢。哎，我得多吃点猕猴桃，我这儿长了个口腔溃疡。嗯。多吃点猕猴桃比较好。大家可以多看一会儿我们直播，因为他们陆陆续续大家都会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直播间，我们现在多少人？3000，3800。太累了。太累了。太累了。嗯。半条命都没了。赚到钱了吗？赚啥钱？我们今天只是走体验路线。今天过得怎么样？我们今天。我跟杨超越还有耀庆哥，我们三个人是一组，然后那个翟潇闻、乔杉和薛之谦他们三个是一组，他们现在去体验异国的风情了，去了那个丹麦哈。大家知道丹麦有些什么特色吗？我现在才知道他们去丹麦干嘛了。我也知道。知道了。好硬啊。说不说这些？不说这些是吗？因为我听到就感觉是让我对我的一种。你说了他就后来没再播了。刚说。今天确实，哎，今天让大家注意保暖。总的来说还行吧，今天天气还可以。今天天气好晴朗。嗯，吃播。对，我刚刚也吃。香港假的。我为什么不喝？让你唱个小红象。小象，小红是小象，小红，小象，对他们网友想要让你们做的一些事。我们来看看啊，因为我们直播的时候早上就直播了，早上就直播。为了养号，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是，这号停过吗？今天停过，就那停了5分钟哈，这号停了5分钟，提了款，提完款继续播。哎，提的款也不知道能不能汇到我们公司里面。就是、这个号今天早上，听说我们今天这个号今天早上7点就开始播了，太惊人了。中间停了5分钟，提了个款，然后又开始播。好，然后呢，早上播的时候收集了一些网友们给我们的问题哈。嗯。来，问杨超越的，先问一下，超越妹妹打算什么时候考驾照啊？什么时候考驾照？没有，但是目前还没有这个准备啊。现在很多人都有驾照了。你有吗？我没有，因为我有司机。没有，我是没有，大学的时候没有好好去学车，后来就没时间学了，后来想想也就算了。我也是觉得，其实在上海自己开车相对来说找停车位你会找得很让人痛苦。对啊，就是你工作的情况下你打车又不困难。 打车相对来说比较方便，所以你人生不打算考吗？驾照不知道。哎，不知道，没，你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就算要考的话，可能也是作为一个求生技能而已。求生技能？就是。哎，那你拍戏有拍过那种开车的戏吗？没有啊，没拍过。一般拍开车戏真的开吗？必须得有驾照才行哈。没有，就假装就跟演一下那种。那个都是拖车拖着的。啊，对，差不多，我也拍过那种，比较麻烦。我也没有驾照，是因为我们以前现在的驾校不知道什么样。我们以前的驾校都是在那个城市的特别郊区的地方。现在也是。你得7点多6点多才起来。
然后呢，现在的驾校规范一点，早期的驾校如果你不给那个教练拍马屁，不给他买烟那些的话，他对你态度不是很好。哦，我就天生傲骨。然后呢？后来我们就去了。你确定不是穷吗？不是，反正没那么多闲钱嘛，反正就我就去了两次，后来就没去了，因为实在是不想。买了烟还要给他点，点了还要给他，帅哥帅哥，就那种说那些话。后来想想算了，后来就再也没去了。看，讲完这个故事得到一个奖励，爱心花牌，谢谢。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直播间，因为我们直播间，我们这个神奇，他跟我们说我们是双阳组合，对，双阳组合，双阳水。我们神奇公司，原来他们说我搭你肩上，我只是搭在后面椅背上，我太累了，我的手被那个耀庆哥掰的都快断了。我们刚刚练了一个巴西的柔术，哎，要说吗？那别放。哎，你知道巴西柔术哈，练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救命的反应，就是你拍哒哒哒就疯，你就拍地或者拍对方的腿的话，他就马上松开，你就可以没有生命危险嘛。耀庆哥不管，他你拍的越狠，他使劲越，他觉得他兴奋。我真的好想，我这个胳膊刚没有在演，我胳膊疼的不，他又是前辈，不好说什么，趁他没来，简直好。下一个问题啊，好，杨超越和翟湘文 PK rap 来，看人呢，不管，那就问一下，那你们俩啊，你问你下部剧的类型，最近就在拍戏是不是？能剧透吗？下部剧的类型，最近在哪拍？你坐进来一点，脸能露出来。最近在上海拍啊，真的上海拍，那挺方便。是呀，现代的，然后后面现代戏，古代的，古代的拍完现代的，拍完现代的就是古代的，拍完古代的就拍现代的，古代现代是古代，现代古代是代古。所以说现在是演的是一个上班族，还不可能演上班学生吧？我演的前台。你演前台吗？简直是，演的是前台。我们神奇公司其实每个人都有职务的，我们六个人大家都知道是哪六个人了哈。然后其中有一个人真的是前台，大家猜一下这个人是谁？我先不剧透，大家觉得谁有那个前台的气质？感觉他是我们那个公司的门面担当。有翟潇闻、乔杉、薛之谦、王耀庆、杨超越、杨迪，你们觉得谁是前台？大家可以评论区刷刷一下。好，不说也一直在刷，古古代。尿。没办法，我直播不能不说话，你跟你说了，你刚刚在这一直喳嘚嘚嘚，是不是？一直。看一下谁，你们哦，杨超、翟潇闻、翟潇闻的名多，翟潇闻都觉得翟潇闻是前台。我不能说，不能说。你们觉得翟潇闻为什么是前台？他有前台的气质是不是？门面担当，主要是门面担当。没有。还有一个人是创意总监。哎，你们猜一下杨超越的职务？哎，你讲你的嘛，不要。大家猜一下杨超越的职务是什么？一，前台。二，创意总监。三，财务总监。一二三，大家来猜一下，杨超越啊，一前台，二创意总监，三财务总监，四司机。司机，司机肯定不行，那有点危险。刚说我没有驾照。大家觉得，我看一下，他们觉得你是老板的死对头，觉得你是创意总监。哦，大家觉得创意总监是薛之谦哈。薛之谦脑洞比较大，斧头帮老大。333，哎，好像没有人觉得你哦，二和三，三还比较多一点，觉得你是一个财务。让杨超越管我们的钱吗？天哪，这公司差不多了。要。这个公司差不多了。哎，耀庆哥怎么还不来？耀庆哥来了，我就可以休息一会儿了。哎，不是说给我们准备了晚餐吗？我干脆也吃算了。晚餐不是要自己买的？我有钱，要不我们去买点。同事，咱们有晚餐吗？同事们，没有晚餐。吃泡面吗？直播呢？打杂的。
我啥担当？我就是个机动担当，机动人员哪里需要往哪搬，就是很激动的。哦，你什么意思？你以为我很激动吗？你很激动。但是今天我们体验了这个要帮助的这家企业以后，还是有很多问题哈。因为那个好大呀，那个资源很大，因为那是 iPad， 连这个好小。后不后悔这么早上了？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只能杵在这儿。我们不说话好不好？我们现在就不说话。不说话，因为真的累，而且我还生病了，不传染的那种。哎呀，我溃疡好痛啊！我刚才吃完了。哎，用这个把你那个溃疡扎烂了。你看，但是尤其是我刚刚放猕猴桃进去的时候，那酸爽，绝了。这个账号呢，就是咱们神奇公司的账号，然后呢，这意味着这账号哈，会每天提现。要多多关注我们。哎，要信哥，要信哥，快来！哎，放饭了，放饭喽，放饭喽、啊！来，是什么？来，往下面移动，放饭了，谢谢。哪里放饭了？大家辛苦了。那个下午的那个录影呢，有一点点这个 delay， 所以呢，我们原来预计5:30的直播呢，往后稍微延迟了一点，不好意思。不止一点吧？对。那个下午我们去了一个巴西柔术馆，对，已经说过了，他已经说了，我已经给大家说过了，你对我简直就是下死手，没有吗？某一种体验嘛，对，我这个胳膊，谁能救救我？你再搭一下他肩。而且啊，人家那个教练说了，如果感觉到受不了就拍，对，拍你有用吗？你觉得？越拍你越激动，你有拍吗？你是不是有知觉了吗？我把你腿都快拍肿了。哦。OK， 我越拍你越勒，我整个人叫。也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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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让感到真，主要是笑到那个教练以为我。主要是一种体验，对对对对对。教练以为。但为什么我们要去巴西柔术馆呢？另外有三个人还没有回来，他们去了一个丹麦的一个。听说那个沉浸式体验。翟潇闻、薛之谦、乔杉他们三个扮美人鱼去了。真的、啊？嗯，扮美人鱼。哦，所以大家知道我们在干嘛吗？不知道，我们刚才说了，知道。三人互动，一会儿只留耀庆老师。好，哦，他们看后面有大字报。那我们三个人互动，哥正好这样子。那或者大家互相动一动，哎，对。耀庆，耀庆哥和杨超越一起来唱《小红象》，哦，这是，所以我们要干嘛？网友们的提问。杨迪模仿王耀庆。哪啊？我走喽，我来喽。好，完成。好，完成了。完成。杨超越下部剧的问过了，超越妹妹什么时候考驾照？问过了，你们俩唱小红象，我们一起唱。来，小红象，小象，小红，是小象红。你没听过这首歌吗？是什么？他的歌呀，小红象。对不起，你不是天天在母鸡冲浪吗？对不起，还是账号都是别人在管。小红，小象，是小红象，小象。小红是小象红，这算歌？怎么？然后呢？没有，然后唱这两句。小红，小象是小红象，小象，小红是小象红。来，完美。这首歌不会就这样吧？嗯，就这么几个字，反正还有啊，后面不是还有，就还没有写好，就这样反复，小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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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小象小象小象小小红红，嘿嘿，然后再反复，好嘞。超越和王耀庆唱，就是刚刚那个吗？哎，你怎么老？小红小象是小。大家那个评论区想让他们干嘛都可以说啊，我帮大家主持。好的。主要是他们俩。还有什么？我们三个人的那个吗？那些是早上提问的，不重要了。我们现在可以及时提问。杨迪、杨超越、公主抱。我们现在是收费才艺。收费才艺。收费才艺。对。不然的话，每个才艺就演一半。小红。卡住，续费才有。人体卡顿，对。大家可以啊，随便提问。你跟大家解释没有？我们是神奇公司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帮大家复工复产。解释了，就是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资金来源之一吧。那我们说到的东西会用在那个上面吗？用在复工复产上面，都是做好事。什么说到的东西？就是他们如果有打赏的话。哦，打赏也是。
算到不出来、啊、算到那也不可能节目提出来吧，他们无所不用其极，今天早上七点钟就开始播了，谁对中间休息五分钟提了个款又继续播，提了个款董秘可以播，不是我，他们市长，他们五个主播24小时轮番播，没有吧，这个深夜只有6个人还在那播，是的你太残暴了，你是从早上就一直播到现在吗？是的，从早上昨天休息了一下。带货吗？没有纯干聊，你跟他们说什么呢？刚才就回答大家问题吗？我们要让他们等你嘛，等我们，对、哦、所以他们现在你看人就等到地老天荒，像对小红好的好的，你们还是要有，就是我觉得直播还是要有内容输出，对好，对，那大家可以那个呀，嗯，想问我们问题都行，我们神奇公司干嘛的呀什么的问一问，他们只会刷名字的弹幕，老刷名字，而且翟天问都没来，对那占有我们的屏幕，让我唱个什么，刚好想刚刚点了我名字，然后我杨迪大帅哥，哦，杨迪大帅哥快点，你们讲点话呀，不要老讲，杨迪唱青春，杨迪唱告白气球、来吧，杨迪说土味情话，杨迪唱青春痘，杨迪唱 不想毕业，杨迪戴假发嗯，还青春痘是什么？青春痘是我跟薛之谦有一个节目上面的原创歌曲，一点都不红，一点都不红，但是有一点都不红。点歌的人应该是薛之谦的粉丝。薛之谦比小红上差太多了。你说薛之谦是商务总监哦，嗯，在下本人小弟我才是创意总监啊啊！他们宣布了，他们刚开始他们不知道这个事儿，一直不让说的，让节目播那天才说，你这边剧透了，你剧透了。道歉开了这件事情其实也还在，大家还在商量，对，所以也还没有坐实，嗯，你们发现你刚说的时候那边传说谁对面传说疯狂对你失业哦，真的、啊、没有人，杨迪唱我不想毕业怪咖，对，薛之谦红，他们说这首歌还挺红，这是什么？什么时候播出？什么时候播出？哎、咱们什么时候播？我还也搞不清。我也不晓得，还没定档。6号，11月6号。让大家持续关注直播间吧。没有意外的话，11月6号。有意外呢？有意外的话，大概11月6号。对，应该是11月6号。对，反正就是薛之谦大概还有53分钟抵达战场。薛之谦还有53分钟，真够远的。对，你们想一下嘛，他们还没到、啊，他们去演美人鱼，刚从海里出来，出来之后还得没有，因为现在是下班时间，有点塞车。对，嗯、毕竟他们从丹麦回来。会，我们会去其他城市打工，如果其他城市有需要我们的地方，我们就会去到那个地方。对，只有前三集在上海。嗯、啊，真的 啊？嗯，我们还会，你了解的好透彻哦。我们还会去别的地方吗？会。干嘛？对，就是别的地方也有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产业啊。对，公司卖啥的？我们公司是帮助各个卖脑子呢，卖串这儿，突然很吓人。所以懂了吧？为什么我坐前面？卖脑花的。因为大呀、啊。脑花的，我们的创意。论斤重都可以卖的比较多一点。对。大家可以刷一下我们的6点半了耶，大家是不是应该去吃饭，我们让那个是不是应该让大家去这个用餐了，对，多介绍播出身材，东方卫视11月6号，你看我说什么，东方卫视11月6号、啊、11月6号，嗯，东方卫视11月6号，东方卫视11月6号，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对，大家没啥，大家刷薛之谦的朋友们帮我们刷一下东方卫视11月6号，对，神奇公司在哪里，好长，成都西安还有哪里的，有成都有西安的，有成都啊，我都不知道耶，成都真的很好，对，真的也很好，这个说实话，我说实话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综艺节目，嗯，综艺，因为综艺有很多种嘛，有选秀的，有歌唱的，有游戏的，然后但是它纯粹就是一种，你会怎么形容它呢？嗯，因为我们这里面没有游戏，嗯，我们纯粹是体验，嗯嗯，我们只是在过一个平凡的普通人的生活，就是也一起努力想办法去完成某一项任务，对。哎，杨迪好像坏人哦，你的，我们在讨论一些事情，他干嘛要好像？就觉得好像就是坏人是吗？哎。有人送超级嘉年华，
哪有啊？那个谁，哦，在别的直播间送的，别的直播间送的，在我们这儿做什么广告？白高兴了，邀请你过去看。我先过去那个直播间看一下。哇，我们是上海第十三名哎。哇，哎，那前面的是谁？上海第十三名，你可以点开看一下，我们去他直播间看一下。都用那个点开看，我们前面的12个是谁？哇，感谢哇塞，这大家都在，你看大家都在帮我们刷三千多哎。这个是谁？10月6号。不知道，你看弹幕，他刷的谁名字就是谁呗。对，没什么，就是感谢所有这个。感谢支持我们节目的观众。啊，这个是我的头像。应该是你的粉丝。感谢送小礼物的朋友们。这是小可爱。嗯，感谢，这是你，这是我的男朋友。啊？春春。这一看是我的粉丝，啊，你的粉丝哦。我亲戚。线上哪里可以看？介绍神奇公司。好的。哇！恭喜结婚。为什么要跑？那你结婚了，新婚快乐。介绍神奇公司。来，我们作为我们公司的那个某总监哈，某总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司主要运营的项目，再跟大家介绍一下神奇公司，就是。基本上是我们六个人，就是在场的三位以及这个乔杉老师，就是薛之谦老师跟这个翟潇闻。然后我们六个人要想办法每一期节目里面解决某一个行业或某一家公司的困难之处，因为今年比较特殊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底下，有很多行业有很多公司会面临很大的困难，那我们就要想办法，不管是利用直播的方式，或者是我们出谋划策帮他们解决他们经营上的这个难处。其实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讲今天要去帮的是哪个公司吗？不能说，对不对？反正今天是一个旅行社，对，是可以还是不可以？他说不可以说，可以啊。所以我们没有说哪一家旅行社。你说你恩爱，打死你。某一个，反正 OK 好，反正就是某一个行业，对某一个行业，对对对对，就因为疫情而受到影响的一个行业。对对对，然后因为大家本来都可以出国旅游，所以OK， 把你总监位置给我坐。对，那个具体的内容呢，就是11月6号，十一月六号，记得看。对，而且呢，这个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新的形式，就是其实有很少预告7:30全员什么。全员会到哦，对对对，我说了，就是薛之谦老师还有52分钟到达现场。我们现在是几点？6:30。现在是六点。7:30全员会到，所以现在是我们什么？我们先去吃个饭。现在是用餐时间。我们仨先去吃个饭啊！对对对对，那个我们把那个现场交给。我们工作餐到了。对，你们等一下，我先把公司介绍完，就是我们是一家就专门是解决问题的公司，虽然公司内部也有很多的问题。但这个节目呢也很有意思，就是基本上，就是我说这个直播的形式啊，因为很少有哪一个综艺节目，比如说你看，比如我不管什么节目，你录的那些，我录的那些，或者是他录的那些，或是他录的那些，就是没有什么是一直用直播的方式跟大家一直在预留，或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现在在干嘛，对不对？都是在不管是在朋友圈录完了，或者在外景录完了，然后都是等播出，对，顶多有一些花絮，对吧？或者有些路透。但是没有什么是直大家面对面直播的，对。但是我们有什么都不能说，对，就很奇怪。对啊，也可以，还可以啊。问题，我觉得问题关键在于说，大家现在不知道要问什么，就只是说，不是大家只是单身，大家单纯的就只是想刷弹幕。对，对，反正就是东方卫视11月6号，哦，迪，这就是一个新形态的一个综艺节目，带领大家去体验，就是。也许就在你生活周遭的一些生活，但是也他们可能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帮他们解决？对，或者是让大家看到还有哪些人在做，因为这个地方很大，这个世界很大，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怎么样去看到？我们就像开了一扇窗子一样，看到不一样的景色，看到不一样的人在过不一样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对，好了，那我们现在要去吃饭，等那个7:30，对，薛之谦会来跟大家报道。对哦，对好。那个、7:30，薛之谦、翟潇闻，大家赶快去吃饭。啊、对，那个如果不介意的话，哇，上海第六名了，哇塞！播到第五再走，播到第五再走，播到第五再走啊！播到第五再走，
干了第五名。怎么样？他这个名次到底怎么计算的呀？就不知道啊。哎，人气看人。这有人发红包吗？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发红包吗？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可以发红包吗？你知道怎么播到第五名吗？大家我们可以发红包哎。可以，但是公司没有预算。不是，我们直接拿一个英镑啊，月本账有两万英镑了啊。对对，但是不能直接转换，不能转换，因为他们要下播以后，他们会按照人去提。这个是做公益的，不是提，不是提，不是提。所以我们没有钱，我们没有钱。不然我们送锦鲤了，不然我们跟人给锦鲤送锦鲤，不然我们跟人家 PK 啊，随便随机 PK。能不能连麦？找人连麦？对，随便 PK。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 PK。但万一有些怪人怎么办？找点那种就是，对，找一个找一个火的四川妹子，23，她只有23个观众 ，PK 她。四川妹子只有8个观众，啊，我们找一个厉害一点，厉害一点的，32个373福妞妞，视频，我们应该连那种排在我们前面的凭问他们凭什么排，哦，万一人家这个厉害，邀请连线支持四人，啊，我们发起 PK 嘛，啊，不是啊，这样子，我们应该是这样子吧，就是等一下哦，是发起 PK， 邀请连线就是跟我们的粉丝联系了，对，那个发个人，不是，就是想跟我们连线连麦的，就那个。发起邀请，就是我们可以接刷一个那个皇家礼炮就可以跟我们连线。哪来的皇家礼炮啊？嘉年华，嘉年华是一般人都可以发的，皇家礼炮是只有粉丝团可以发的。皇家礼炮，皇家礼炮，为什么？我都没听说过。皇家礼炮，你没有这个有吗？有。你果然是五 G 冲浪王。对。你每天晚上几次见皇家礼炮？也没有。我看看，从来没见过。哎，我们先找个人，但是我们这样发，我们随便连一个好不好？人家不一定接。我们随便连一个，连一个吧。不会有奇怪的人吧？管他奇不奇怪的，管他奇不奇怪，就是胸前不能上，连微微嘛，头像好看。群群，连一个比较多人的嘛。第一个嘛。段位之星随机匹配，管他的。天哪，到这种地步了。哦，有点好吓人哦。9 8 7 6 5 4 3 2 1。啊，没事，龙总。哈喽，好。哇，天哪，我能连到。等一下。哦，你在干嘛？你是接你刚刚在接受惩罚吗？为什么要弄成那个样子？你刚过来的时候为什么满脸的胡子啊？你有听说过神奇公司吗？啊，天哪，我能连到那个。哈喽，你在杭州吗？等一下，你那边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对，我直播间没见人。直播我能连到明星啊。天哪！那个，你让你直播间的粉丝关注一下我们哈，我们是神奇公司在哪里？我们是东方卫视的节目，我是杨迪 ，Hello。我知道，我全都认识你们，真的，啊、全都认识你们。知道，全都认识，也是。哎，如果谢，哎呀，把我整懵了，有点意外，天哪！你刚那个满脸胡子的那个造型是在接受惩罚吗？对，王耀庆要超越，哇，天哪！啊，杨迪，啊，真的，对我刚刚接受了。一般 PK 输了都惩罚什么？就是就带特效啊，深蹲啊，反正什么深蹲啊，哇，来深蹲，来，谢谢，感谢对面的。你们 PK 呢？怎么？啊，天哪，我太喜欢你们了，真的。哎，如果他说的话，就一直在直播间里面说神奇公司在哪里，神奇公司在哪里？每11月6号记得关注。对，11月6号，对。好，我们来 PK 个什么呢？11月6号。我们现在就在 PK 了，我们现在就在 PK 了。取得运气真的是。10分钟啊！天哪！我们三个艺人在这。我应该接受什么惩罚吗？我们8000多票，人家100多票。还在那边没有100多票，都是你家那个对面过来的，都是你们的粉丝。所以我们应该还是要公平的问一下，就是好，我们还是就是礼貌性的问一下，你拿什么跟我们 PK？ 我怎么实力？来是今天展现一下你的才艺，就是大家你平时直播会干嘛？我觉得对，平时直播会干嘛？我直播啊，我直播就是唠嗑啊，然后唠嗑。唠一下，你还自己带笑声声道，唠一下。啊，我们都没有，对，不然很尴尬呀。不会。讲个笑话，有没有？你听，不要讲个笑话。啊！天哪，我有点懵了。关键是我真的讲个笑话，就是雅俗共赏。我们一边讲一个笑话，你讲一个，我讲一个。对，你讲一个。我去看一下我笑话本。你讲个笑话。
那我是不是要去百度一下呀？哎，你不是唠嗑的吗？就是都已经 PK 了，还有两分钟。没有没有，我纯属谢谢全谢谢对面的哥哥们，我就是一个哎呀，平平无奇的一个主播，平平无奇的一个对美丽小仙女。你看我的那个粉丝，你就知道了，我就算不上一个主播。不要不要不要，整懵了，真的整懵了。别，天生我才必有用，对对对，在家嘛，现在在家对不对？对，嗯，这个时间还不吃饭，辛苦哦。没有，我都没下播呢。播了很久吗？对，播了两个小时，两个多小时了。播两个多小时啊！谢谢，我真的两个多小时。辛苦了，我们帮你打气，好吧？那个11月6号，东方卫视记得关注我们神奇公司，好吗？哦，我们第五名了。哦，好的，好的，好的。第五名了！天哪！走，吃饭，吃饭。我没有录屏啊。加油加油。